近期，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已下探至三十二元，台股也从年初一万八千点跌落至一万四千点以下，台湾整体经济将面临衰退压力。有分析认为，尽管台湾一般民众目前尚未感受到经济衰退可能带来的失业等压力，但今年冬季这波经济衰退可能将落到普通人身上。 台湾股市方面，虽然今年七月台当局金融安定基金已出手护盘，但效果有限，让投资者更加恐慌。近几天悲观情绪明显扩散，汇市方面近期也波动加剧。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在十四号跌破三十一元整数关后，市场已出现将贬至三十三点五元的心理准备，甚至有企业界人士认为汇价恐一路贬至三十四元。 有分析指出，除美联储连续升息的影响外，近期亚洲货币普遍走弱，新台币也只能跟进贬值，以免丢失出口订单。此外，两岸局势紧张也增加新台币走贬可能。岛内知名媒体人陈凤欣分析认为，美元独强将给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混乱和衰退阴影，出口导向的台湾不太可能独立于世界经济形势之外，将面临较大衰退可能。 台湾整体经济处境现在面对剧烈变局，是过去十五年来都不曾遭遇过的。尽管目前台湾的消费物价指数、进出口金额等经济数据尚不悲观，但各种指标已明示外部需求下降，多数产业已感受到衰退压力。当前，台湾一般民众还未感受到经济衰退可能带来的失业等压力，只是对生活成本升高逐渐有感。也许今年冬季，这波衰退将落到普通人身上。 而新台币贬值是否有利于台湾扩大出口？问题，岛内不少专家分析认为，新台币汇率连续下挫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未必如一些出口商想象的那样乐观，因为主要竞争对手韩国等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幅度甚至超过新台币，这将导致台湾出口商更难抢到订单。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工会日前就表示。 由于近期日元等货币贬幅更大，台湾机械设备厂商的海外接单能力已受到严重影响。